市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统计，截至2013年6月，我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了5.91亿，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数达到了4.6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到了网民总数的78.5%。随着智能手机用户的不断增长和移动3G 网络的完善，直接助推了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而在此时，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格局即将形成，中小企业的营销手段和客户的手机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得客户手机者得天下这句话已经成为营销策划的经典术语。部分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企业，从智能手机开始普及的那天起，就在努力思索如何找到自己的移动互联网入口，并为此而不断尝试各种方法。其中企业 APP 应用和手机 Web 网站是中小企业最常用的两种接触移动互联网的模式，但企业 APP 应用上线后面临的推广问题、手机 Web 网站对比 PC 端 Web 网站的成熟度和体验度问题，都是中小企业进入移动互联网需要面临的两大难题。当国内企业想尽各种办法屡屡尝试进入移动互联网却不得要领时，由国内网络巨头腾讯科技推出的最新移动社交应用微信横空出世。在短短2年时间内，微信在移动端已经获得了6亿注册用户。但由于微信在之前一直对外宣布不走商业化路子，而是走纯粹的移动社交路线，因此中小企业无法在这个6亿用户的大市场上有所作为。直到2012年8月23日，微信官方宣布推出公众平台。至此，国内中小企业压抑了很多年的移动互联网情节终于爆发。各路企业纷纷通过建立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杀进移动互联网。微信公众平台上线后不到一年，在国内的公众账号注册量就突破了100万，而其中70%以上的公众账号都是企业账号。但是这些被企业给予了无限期望的微信公众平台，到了实际运营中，却发现微信和我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原因是企业公众平台就像一个半成品，如果不经过专业的精加工，这个半成品只能发发图文信息，很难达到真正的移动互联网营销目的。即使微信5.0上线以后，企业注册的服务号可以通过自定义菜单来实现部分基础功能，但像一些更精细化的功能，比如酒店的订房系统、汽车的在线预约试驾系统、医院的微信挂号系统、房地产的户型图系统等等，这些功能则需要企业通过自己的技术团队在微信基础上继续进行二次开发才能实现。国内企业希望通过建立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快速杀进移动互联网，却受困于技术和精力的限制，难以插上移动互联网的翅膀。未来面对微信这个6亿用户群的移动互联网超级入口时，广大中小企业们，我们的门票在哪里？在中国，利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全方位市场推广活动的领跑者是中国招商银行。当很多企业都还在为公众平台的功能不够完善而懊恼不已的时候，招商银行已经通过自建技术团队及寻求与微信官方团队合作的方式，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微信银行，把线下柜台的很多功能搬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比如微信信用卡、微信转账、贷款申请、理财产品购买等等。通过一年多的运作，招商银行已经吸引大量铁杆粉丝。现在他们每在微信上做一期推广都有非常大的号召力，推广效果和效率远远大于传统的线下推广方式。由于刚注册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功能并不完善的半成品，因此国内企业在注册后往往都会在运营过程中感到非常尴尬，微信公众平台是否即将沦为鸡肋？我们是国内最早最专业的微信公众平台营销服务机构，针对微信公众平台功能不够完善的问题，在全国各行业范围内收集各种需求数据3800多人次，于2013年9月起陆续推出微信行业版解决方案，满足各种行业不同的微信营销需求，
帮助国内企业快速打造自己的官方微信平台，从而在微信这个大市场上快速抢占地盘，赢得先机。微汽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60度全景看车系统、车型对比报价系统、在线预约试驾系统、在线预约保养系统、LBS 地理位置回复系统等，全面满足了国内品牌汽车 4S 店的微信运营需求。微酒店自主研发微信订单管理系统、微信客房管理系统、LBS 定位服务等特色应用，全面满足国内酒店行业的微信运营需求。微房产自主研发楼盘管理系统、户型管理系统、360度全景看房系统、相册管理系统、客户点评系统、实景拍摄上传等各种微信应用，全面满足国内房地产行业的微信运营需求。微旅游自主研发景区管理系统、景区相册系统、照片分享系统、 LBS 景区天气交通回复、旅游攻略系统、旅游信息管理系统等微信应用，全面满足国内景区的微信运营需求。微餐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微信点餐系统、会员管理系统、微信菜品管理系统、微信订单管理系统、微信团购系统等微信应用，全面满足国内各餐饮企业的微信运营需求。微商城自主研发商品管理系统、订单管理系统、会员管理系统、微信支付系统、客户评价系统等微信应用，全面满足国内各零售服务商的微信运营需求。至尊版自主研发微官网、微游戏、微服务、微活动、微预约、微签到、微相册等数十种微信应用，全面满足综合通用行业的各种微信运营需求。微官网，微营销时代，企业如果没有微网站就 out 了。海量超炫模板，商户只需进行简单的设置，就能快速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化微信3G网站。商户在微官网上不仅能设置分类管理，还能根据店铺特性创建个性功能菜单，适应不同行业需求。微信会员卡，您的钱包是不是再也放不进一张卡？商家不仅可以增加用户粘度，降低运营推广成本，还可以零成本拥有成员体系和预付卡管理功能，用户打开微信就能使用，在线充值、积分查询、礼品兑换等功能，这么人性化，想让用户不二次消费都难。微商城，微盟移动电商解决方案，国内首创微信电子商城，自主研发商品管理系统、订单管理系统、会员管理系统、微信支付系统，微信应用全面满足电商行业微信运营需求。微活动，微盟提供多种活动营销方式，在线派发电子优惠券可以大大提高粉丝到店率，微信首创刮刮卡能带给粉丝真实般的刮奖体验，还有幸运大转盘、微投票、一站到底等大型营销利器，让粉丝带动朋友一起参与，形成火爆新潮流。微推送运用 LSP 技术，商户能将推送点定位到全球任何一个地点，占据黄金广告位，实现真正的精准营销。商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查找到周围的微信用户，免费向更多潜在客户发送移动广告。微汽车，商户运用微汽车可以轻松地进行品牌管理、车系管理、车型管理和销售管理，用户只需晃动手机就可通过重力感应进行360度看车体验，用户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享受无需进入 4S 店就能预约保养、预约试驾等服务，高档大气上档次，有木有？微房产，用户只需扫一扫房产的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就能通过微盟平台实现360度全景看房新体验，楼盘简介、楼盘户型、楼盘相册、房友印象、专家点评尽在掌控中，看到这样的体验不心动都难。
微喜帖。微喜帖不仅能够帮助新人传播结婚动态，还能让庆典变得更时尚、更经济环保。更惊喜的是，客户每次转发微喜帖，就是在帮商户进行免费品牌宣传。客户还能随时随地在微喜帖平台上自助下载结婚照，他们每一次与亲友的分享，都在为商户种下潜在客户。微餐饮，用户可使用微餐饮进行在线预订、在线点餐，在订餐过程中还能使用微会员卡享受代金优惠券，大大刺激粉丝到店率。而且微餐饮365天不打烊，让粉丝天天吊足胃口，坐等生意跑到您的餐厅来吧。还有微酒店、微团购、微旅游、微医疗、微教育、微律师、微婚庆等功能模块，赶快来免费试用一下吧。客户不仅享有1:1、7×12小时的客服专业服务，还享有定期数据报告服务。一个无需安装任何软件，1分钟开启微信营销的第三方平台。一个认真务实、技艺精湛、专注于微信产品研发及运营的专业团队。你可以不重视微信公众平台，但你的竞争对手不一定这样考虑。你现有的竞争优势可能让你忽视移动互联网，但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正通过微信建立他的优势。